峡电站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，共安装34台水轮发电机组，总装机容量2250万千瓦，年设计发电量882亿千瓦时，是我国西电东送和南北互供的骨干电源点，电能昼夜不息送往华东、华中、广东等地。2003年7月10日，三峡电站首批机组投产发电。2012年7月4日，三峡电站34台机组全面投产发电。2020年，三峡电站全年累计生产清洁电能1118亿千瓦时，创造了单座水电站年发电量世界纪录。20年来，三峡电站已累计发出16000多亿千瓦时清洁电能，为维护长江安澜、促进长江经济带发展，发挥了基础保障作用。